只等你再去探射。于是入夜，于是未觉夜，坐在红红夜跑车，长夜反应，心底不羁是夜，火花烧过还没有借，依依不舍，热热地不舍，路上人潮未了夜，我摸上找，日多心可共夜，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，如你爱我。心爱是那些，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，还爱我吗？继续爱多一些，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。群魔乱舞，哎呀，刚刚这个歌曲当中光看歌词啊，其实更有意思。哎，什么都说到了。郭富城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为我们带来绝对的高潮，哦哟，热情的舞蹈，再一次为郭富城欢呼，要，谢谢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我看不止现场那么两个，我们超级队已经爱得开心了呗，很吵声。每次我听到声音，刚才在退我的话的给我呢，感觉好好啊。郭富城今天为我们一连串带两首广东歌曲，广东歌曲，哎，很过瘾的歌。今天你是很忙的时间当中，特别把录音的时间打开，特别留在我们现场，而且今天郭富城会全程参与我们整个红白大对抗。
我觉得这个艺人这个精神相当的可佩哦，他不是说来，他整个从头到尾都参与，而且我们希望他每次他带来的歌曲，尤其快歌啊，人家非常喜欢，因为他舞蹈相当的好。所以从最开始的对你爱爱爱不完，你看造成轰动，连小朋友都马会。对呀，那个阵子很多街上卖东西的人手势都改这样，哎，还好跨西北北上，弄完没？你再做一遍好不好？再做做看。对你爱爱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。So b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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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night， 不愿意时时点点谢谢去面对。对你爱，哎呦，唱个过瘾。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么难。谢谢。每一次郭富城的新作里面都会有很令人注目的舞蹈动作，对，加强印象。对，这一次的这个新专辑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这样的动作？对，新专辑里面有一个动作，就是好像用笛子，对，笛子，就是用笛子引一条蛇出来。哎呦，笛子引蛇，这个概念，概念，概念，示范一下。我们看看没有那个样子。美凤要仔细看，仔细看。我们会不会唱？从渴望的心这边开始唱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，渴望的心，有你。我的灵魂藏在心里。哦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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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真的是，哇，那个柔软度好柔软，柔软。这个其实不是很难，真的。郭富城会挑的动作，一定就是大家都做得到。对，真的，那其他应该也不错。其他应该试试看。陈美凤试试看。美凤姐，美凤姐。好，帮你没问题了。我们所有的歌迷都跟他打气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块来唱《从渴望的心》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渴望的心，渴望有你，滚烫的余温仍守在心底。失落的我，哎呦，还有，失去了你，愿意走一段亲密。渴望的心，哎呦，又来了，渴望有你，哎呦，又来了。鼓励一下，其实啊，这个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下去锻炼的，没有说光看就会那还的那个，哪那么容易？底子很好啊，摇一下我觉得好可爱。哦，这一招最厉害，有一招最容易的，什么？打给马一下。那是鞋带掉了要下去绑。郭富城今天到我们的现场，同时还会带来很有意思的测验，跟我们的现场观众有关系。因为现场很多他的歌迷来到这里哦，我们想跟他们一块同乐啊。那怎么样跟他的这个歌迷一块玩这个偶像的测验呢？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从这个我们的现场票根里面抽出了10位幸运的观众朋友。好，我们现在请10位幸运的观众朋友来到台上。九位，九位，哎呦哎呦，都是美女啊！哎呦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三位到这边。哎呦呀，歌迷手都发抖，拿卫生纸，你看。卫生纸啊，来，郭富城，我们都到这边来。好，擦擦汗，擦擦汗，非常的辛苦。现在10位朋友都到你的旁边啊，我们来进行一个偶像的默契测验。嗨，默契测验，游戏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先问几个简单的问题，郭富城来回答。回答之前，歌迷朋友，你们心目当中的郭富城应该会选哪个答案，你们就选。哎，就这么简单，好不好？是我们要采取淘汰式的。淘汰式是的。最后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。哎，什么好处？郭富城就哎，可以陪郭富城今天全程参与我们的红白大对抗。哇！请三位我们现场美丽的舞蹈，哎，来到台上就位。这三位啊，舞跳得非常的好，其他有几位也是都跳得很棒哦。今天三位一块来合作。刚刚舞蹈跳得好，现在站定也很漂亮啊。来，第一个问题要请教了，后面10位歌迷朋友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看看啊，三位请把第一张板子打开。好，第一个板子先打开。我们看到分别写的是，从我这边过去是麻辣火锅。好，歌迷以及车子。我们的题目是。郭富城最喜欢的是，3秒钟开始考虑。你们认为呢？他认为要选一样。好，你们认为他不一定哦。赶快赶快。当这三样重复的时候，他会选。好，有人选麻辣火锅，有人选歌迷，另外一个车子没有人选了。没有人选，我来选了。没有人选了。郭富城，你揭晓。真的两答案是什么呢？你最喜欢的。其实，哎呀，这个其实是送礼的，当然是歌迷啦。人最多没办法，太麻辣火锅这个
就淘汰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下去。来，而且没办法。现在剩几位？二四六，剩七位哈。七位，看好第二题，来。好，第二题是什么呢？第二题，我们的题目是：郭富城睡觉的姿势是躺着、趴着、趴着、侧睡、站着，姿势不同啊。赶快选，赶快选，赶快选。哎，奇怪，没有人选躺哦，躺人有。好，现在是躺的有两位，趴的有一位，其他的都是在侧的。到底是其实是你是怎么睡的？正确的啦，怎么样？我是躺着，躺着睡，躺着躺着睡。对不起，其他的有五位淘汰。剩下两位，剩两位，好，剩下两位，两位幸运的观众，有两位，我们要不要再问一题？还要再问吗？再问一题吗？啊，两位再问一题。好的，请问，加油，来看下一题。哎呦，下一题。郭富城最怕的小动物是小猫、壁虎还是老鼠？小猫、壁虎、老虎。小猫、壁虎、老鼠。壁虎、老鼠。赶快，赶快！啊，两个选都一样了。两个都选一样。两个确定要选一样的吗？选不一样。你们两个选好没有？不一样才有可能啊。选好没有？赶快。选好没有？后面两位好犹豫啊。绝对哦，他选老鼠。好，好。你们两个选什么？选定没有？你们刚开始选什么？他要选这个一样壁虎了。两个一样的壁虎了，壁虎。两个一样的。壁虎，壁虎，其实我是壁虎的。啊，壁虎，壁虎的。那这样子好了，两个都打，干脆这样。其实两个都要打，对，有答对。第一时间站在这边。剪刀石头布比较快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比较快，好，好吧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哪一位获胜？哪一位赢了？这位获胜。这位获胜，女孩子赢了。谢谢。来，握个手，跟握个手。哎呦，谢谢。不要难过，不要难过。刚刚的九位，郭富城一样有礼物送给你们，送他们什么？就送这个。这个是全球只有徐健的。真的吗？全球只有徐健的。哦，渴望的 T 恤。而且这每一件都是郭富城有穿在身上，沾了他的汗就脱下。哎呦，你郭富城有穿过？这一件有穿过，好香的汗味哦！哎呦，之前的这个我拿回去好不好？刚刚每一位都可以得到一件郭富城的渴望 T 恤，那么这一位就可以全程跟我们郭富城一同参加红白大对抗，来，鼓励我们，谢谢。现在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红白对抗要开始了。好，你可以到旁边。郭富城今天就担任我们红队队长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来介绍红队队员，到底有哪些队员呢？我们红队的队员包括金玉南，哎，投票第一人多了啊！介绍一下我们白队队长，让我们欢迎美女，欢迎要为我们介绍白队的队员，有方继伟、方继伟，非常非常欢迎大家，非常整齐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马上就会有精彩的红白对抗要开始，在这个之前有一件事情最重要。有一个最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待会我们广告之后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到。哎，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。哦，队长衣服已经换好了，对，红土很敬业，你看看，好，我们现在来这个。今天是我们天王的世界，来，好，现在这个林志颖，你今天要担任我们的主考官，哎，题目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。心情如何？心情如何？心情那个还好，还好，对，不会紧张吗？哎，因为今天唱的是别人的歌，哦，唱别人的歌就没压力，压力没有这么大，是这样子吗？对对对。哦，有唱自己的歌呢？压力可能比较大一点。这样，哦，哪有这样？唱别人的歌就啊啊啊！来来。我们来出考题，最重要，两队队长来选参加的代表，好不好？美云，白队，你们选一下，我们选哪一位？谁？第一组，哦，好，选方继伟，红队。这边呢？秀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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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秀峰，黄秀峰，好。第一组请就位，好，林志颖来就位。林志颖，主考官，请就出题位置。我们要静静的才能听到这个林志颖唱歌。好，我们麦克风先跟耳机听一下音乐，是不是很大声？真的很大声，真的很大声。两位是不是都听不见了啊？两位个子差不多高，一样的漂亮，希望答题一样的厉害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请林志颖准备好了没有？仔细看哦，仔细看哈。第一道问题，预备，老师，音乐请了。准备啊，准备了。哎。从你感情过，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，我在我的地平线上。
好像看出来，他们根本就知道了。他们晓得答案对不对啊？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？来，红队王秀峰，秀峰什么歌？可怕脱水歌。这歌名叫好可怕。啊啊！音乐听起来好可怕啊！脱水歌。啊，对。好，来，方静伟。啊？什么歌名？哦，脱水歌。脱水歌。答对了。林静，你宣布正确答案。脱水歌。脱水歌，恭喜两位。下一组，哎，下一组。好，我们下一组，我们队长来。红队队长，哪一位？我们派金玉男。金玉男。金玉男。好，金玉男。陈毅达。陈毅达，两位请就位。准备。不过呢，一般来讲呢，这个表演人肢体语言要很重要，很所以一定人家就知道。哎，不过我们的这个小旋风没有问题。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歌词都表演得很好，尽量。可是如果我在那边就不一定了。我们要干扰一下。我看他这样笑了，我就忘了待会要听什么歌了。小帅哥，来，我们第二首音乐，请秒。好，观众这个，我选观众。那我们也选观众。来，就这位，啊，就这位，就这位，就这位。哦，就这位。刚刚我的歌名，刚刚很幸运的歌名。还敢选观众，所有人都举手。所有观众都冲进来了，这样的。两位幸运的歌迷朋友，来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听得到我说话吗？你们两个人喜欢的是谁？好，你看他们都没说。哎，好了。有啊，他犀牛说啊。有。第三首。第三首。老师音乐。我有提到第一个大笑没有听见，哎，来，我们把现场麦克风递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现在宣布成绩。刚刚这整段对抗呢，哎，我们的这个对抗当中，我们看成绩，白队答对了一题，红队答对了两题，恭喜红队。欢呼的很大声，也来听听看，在我们的中庭的第二现场欢呼的声音，来听听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也给中庭的观众朋友，还有郭富城的歌迷鼓励一下。节目里面从头到尾都是欢呼声，来，我们拿胜利代码牌，来，耶，哎，胜利代码牌，颁给红队队长。第一题，请问 ABAB 和O 这四种血型，在不考虑阳性以及阴性的情况下，哪一种血型可以接受？请回答。O。O what？ 郭富城，等一下，你有回答的权利，不要按钮，我可以把题目念完。哪一种血型可以接受其他三种的输血？我输了。啊？随便猜吧，随便猜。O 已经猜过，不对。哦，不对啊，不对。好，老板赶快回答。是什么？五、四，不可能。哦，不对。三、二、哦、一。我除了哦之外 ，A、B 都可以。A 或 B。你是不是放水啦？还是 O 型可以啊 ？O 型可以输血给任何一种血型，但是不能接受其他血型的输血。只有 AB 型可以接受其他三种血型的输血。谢谢你。AB 来不及了。谢谢两位。哎，他非常，大家都非常守规矩哦。郭富城好好心啊，不可以随便打 pass 的哦。邝敏云没答对，他还故意去答那个错的答案，就不能参加。但待会我们有其他的游戏，他们可以参与。有点急哦，紧张哦。对呀，哎呀，对呀。邝敏云的表现很好啊，现在歌曲唱得好，所以呢也可以主持节目。身材又好，身材又好，你没讲，你看他今天
三金要特别给他夸奖一下。男人的梦想，女人的嫉妒，这样的啊。不会不会，嫉妒我们也是很喜欢看的。也羡慕吗？我蛮爱夸，而且羡慕。跟我的心情一样，这样的啊。我想邝美云呢，在这么长的一个过程当中，今天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开心啊，很感觉很开心。相信待会儿你们带领的白队会不会有更好的成绩？一定嘛？肯定吗？肯定，一定会有吗？很有信心的。太好了，我们就特别在这边呢，要谢谢邝美云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而且待会儿一定有更好的表现。哎，我们在这边还要特别介绍一件事情。对，尤其是在最近呢，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很喜欢秀自己，但是我们给你一个秀自己的机会。哎呦，秀自己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？如果有很多的新人想要成为明星的话，邝美云给他们演忠固。我觉得啊，身体健康，多做运动，真的。你就是美容美姿啊，哇，睡眠要充足，对啊。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在我们这个礼拜天呢，其实是有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，对于很多想进我们演艺圈的朋友是一个好消息。好，我们的活动地方是在哪里呢？哎，是在我们的大雅百货一楼广场，几点到几点？哎，是在7月17号的下午的1点。要分清楚，要去参加。不管是帅哥美女，人家身怀绝技，你都嘛可以来参加的。太好了，表示有很多的这个明日之星又要诞生了。赶快来试镜。哎，我们现在就要请我们的这个邝美云，哎，在这边替我们介绍。待会我们的广告之后，有一位巨星又要来到现场，或是谁不知道，卖关子。现场还最后面一句话，有三个字最重要，要你说来。进广告。
为你受尽折磨，说什么爱你，每当你还能猜过我的心，眼泪藏心底，不让人看见我为你哭泣，再说什么爱你，只希望一生一世一个你，给你我的梦，给你我的心，哦，我爱你。节目当中只有郭富城从头到尾陪着我们，给我们这么多的歌，而且还要用他最渴望的心说声我爱你。你看看他唱的那么卖力，整个都流汗，脸上都是汗水，就像他辛苦啊！喂，郭富城只要碰到水就会更好。哎，可是我们不用，郭富城再唱一首歌。想哭，想哭。走得太辛苦。
在今夜痛快地哭，再去面对明天的孤独。做一些效果喷人造雨，哎，不要误会，没有漏水，在盆里面的。遇水则发，祝郭富城越来越好，赶快来揭晓我们今天的来电大家乐啊！来看看预测正确的朋友，1312，低码随便。来，我们现在目前预测正确通数是848。来，我们来看看848。来，我们再按一遍，继续按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来看848通里面我们的来电序号，幸运抽出的这位会是谁？好，编号。419，看看是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，电脑终端机的显示，我们马上预备要拨电话。从哪里来的朋友打电话来的？好，我们来看看，419是来电序号一。好，现在拨号。好，电话拨通，您记得要说四个字，欢乐有约号。通了，喂喂，欢乐有约。恭喜！小姐，谢谢。您贵姓？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叫我们不要吵啊！不是我，您贵姓？我姓白，白小姐，小姐欢迎大家到节目当中来领5万元现金，恭喜！恭喜！恭喜！好，我们的上礼拜的幸运的得奖的朋友，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了。好，陈艺如小妹妹，恭喜！来，我们把来电大家乐的5万元奖金送给上礼拜这位幸运的小妹妹，恭喜你，谢谢，奖金。别忘了，每一个礼拜同一时间要来参加我们来电大家乐，更要欣赏我们。谢谢，谢谢方继伟，谢谢，谢谢一丹，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谢谢所有人的同时，我们还需要由衷的祝福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不要忘了永远收看我们的欢乐有约。